你这个太 crazy 了，放那么多 cheese。那爸爸做了生煎包，你要吃吧？哇，太赞了！要说明天计划怎么样？小心烫。我们有一个好消息，还有一个坏消息，你要先听哪一个？好消息。好消息是我们明天会带你出去玩。Where? Super awesome. Yeah, 对你一直想去的地方。坏消息，坏消息是你不可以去爷爷家了，我们这个星期不能去。Sorry, yeah, that's okay.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讨论一下了，我怎么样子给你的老师写邮件？我是跟老师说你明天下午看牙齿，还是跟你的老师说你明天要去一个室内的游乐场？你想一想用哪一个比较好？你想让我对你老师撒谎说你去那个看牙医吗？那么就是老师交代说你明天是出去玩，所以不上课，你确定吗？你想想看。你要给我一个你的那个呀，你告诉我之后我才知道我怎么给你老师写邮件呢。快点决定一个，我要没电了。就老师跟你老师写对吧？行。老公，你这个包子做的实在是太有。对面是 cheese， 2 layers cheese。哎呦，那个是 pork， 这个是 brown rice， 这个 salami。哎，这个很好吃，这个里面的饭对吧？虽然是糙米，但是它一点都不干。Let me see.呀、yeah, 因为那个我把米放在底下让它吸油。哇，南美你做的披萨好了耶。This is like New York style pizza. 哇 very than New York style. 哪有自己这样夸自己的。嗯。我现在要打算给我的女儿请假了。像昨天我问我女儿她到底是以什么形式去请假。我很开心我女儿她最后跟我说就是以实际情况去请假。我这样子可以得到两个讯息。第一个讯息是我女儿她很诚实，她愿意做一个更加诚实的人，而不是去撒一个谎，这点我非常非常的开心。第二点也说明了他对他的老师足够信任，说明他的老师可以给他足够的安全感，让他觉得老师是一个善良的、有包容的、愿意去体谅他的人。所以从侧面我也可以了解到他们彼此之间有一定的信任，然后有一定的默契，这点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欣慰。那我现在就给他先写一下邮件。我们要先去拿一个打印机。看到有人有一个打印机不要了，我们先去拿一下，然后再去玩的地方。顺便去拿一个打印机。这个地方的区蛮好的，这个区域是个老区，所以可以看到树很多，然后电线都是外拉的。本来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有考虑过这个区，可是后来因为房龄太老了，想了想就还是算了。好，拿出来了。 OK, here we are, 到了，进去吧 Naomi。麦德森拿了袜子它会有跳床，然后会有攀岩。我们买了两张票子，一共花了$24。三岁以下的小朋友是免费的，那我家老二不巧正好4岁，所以就没有办法。但是像我们大人都是完全不收费的。老大和老二真的完全不一样，老大太快了。他们这里还有拿玩具枪，然后戴上眼镜可以玩。来吧。Hello, Madison. Yeah, you did it. 还有一个透明的，这个很漂亮，这个非常酷耶。姐姐是这个了，她要爬上去的话
得爬那么多。我带你去玩你的 ，Let's go， 这次玩这个吧。咦 ，Can you jump？ 哦，这个可以 jump 对吧？哦，咦 ，Madison 的 face 在这里呀、啊。OK， OK， 好了，可以了，来吧，我们再走过去看看姐姐。OK， 好，没得说，我们走这里。Yes。你是说你想要下来吗？好、啊，你看姐姐在上面。它这个空中索道就是这样子一圈走过去，走到顶端，再绕个圈回来。那个真的好难，他已经在上面5分钟了，他真的很害怕。最后还是玩这种高难度的都没有玩， but it's fine， 因为我家老大他本来就怕高，所以如果他没有准备好，我也不想去强 push， 就让他 enjoy what she can do。 好棒啊 Madison， 你爬上来了。 No way。 OK， let's go。 这个室内游乐场是在一个很大的体育馆内，那我们玩完之后在这个体育馆里面随便逛了一圈，这里是练习击球的地方。在里面打冰球呢，然后玩累了可以在这里，到处都是休息的地方。美国人对于运动真的是非常重视的，从小他们会给孩子去参加很多团体运动，借此培养孩子的体力以及合作意识。太 fancy 了吧 ，Madison！ 你看这个是 soccer 足球场 ，Madison。哦，前面还有游泳池，里面会有一点点的闷。我们家现在还不大敢去游泳，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。但是很多老美他们已经完全放开了。那个中心问了一下，一个 family 大概是160多块钱吧。如果你付了这笔钱做了一个月费的话，那里面的所有活动，包括健身房、游泳池、篮球场、足球场都是可以免费用的，只是你要去预约时间之类的。哎，我觉得很划算。其实我们家附近开了一个 mochi donut，不知道好吃或者难吃，所以我就拿了两个不同口味的。在我们家，其实我很少拿两份一模一样的东西，小到这种甜甜圈，大到 Christmas 的玩具之类。不公平是人生的常态，所以与其给他们营造一个很公平的童年，然后步入社会突然发现哇，现实那么残酷，倒不如让他们知道学会怎么样子去和不公平相处，学会分享，分享才是王道。你觉得哪一个好吃啦？嗯，啊，麦，再尝试试看。I'm back to mine. Can I eat my pie? 你吃吧，给麦德森一半。麦德森给姐姐一半。一味的追求公平会是人生的桎梏。幻想和现实存在了太大的落差，踏上社会之后只会处处觉得自己受了委屈。所以如果没有办法改变不公平这个现实，那么不如学会如何和不公平相处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